新手村中的妮妮并不是永远存在，她会消失。小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她是如何消失的吗？众所周知，在新手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卡卡和妮妮。如果你来过新手村，请点一个赞。我们发现这里的卡卡，她的眼神十分坚定，但是相对于妮妮来说，妮妮的眼神就有一点左右飘忽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在评论区中扣出3456，你将会知道这个妮妮她究竟看到了什么让她消失了。并且我们发现，在最远古的版本，卡卡就比较正常，而妮妮站起来以后3秒就会坐下。其实这个时候的妮妮她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会从新手村中彻底消失。小伙伴们，请看最新版本的新手村，你们可以看到卡卡它是存在的，没有错吧？手中拿了一个斧头，而左下角的这个人他是酋长巴拉贡，并且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兔美美，但是唯独这里没有了妮妮，因为妮妮已经从新手村中消失了。你们知道了吗？